Hello， 大家好，我是有颜有才有内涵，专业爆料30年的幕后君。这里是电影幕后故事，有料有趣有逼格，贵圈那点事儿尽在幕后君。现代社会节奏快到飞起，我们争分夺秒，想让时间慢一点。时光时光慢些吧，但时间从来不鸟我们。幸好我们还有慢动作。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去，我说的是电影中的慢。动作，慢动作是最套路的电影技巧之一，但除了让画面看上去更炫酷之外，慢动作其实还有着数不清的妙用。从萨姆佩金帕的日落黄沙，到吴宇森的喋血双雄，再到昆汀塔伦蒂诺的被解救的江哥，以及扎克施奈德的斯巴达300勇士，慢镜头一直是暴力美学的必备要素，它赋予暴力血腥芭蕾般的美感。慢动作配合古典乐也经常能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例如发条城中的这场河岸打斗戏。以及王牌特工中的爆头烟火秀。在慢镜头下，我们可以看到平时看不到的细节，比如在拆弹部队中爆炸前石子从地上飞起的过程，十面埋伏中的飞刀，以及愤怒的公牛中的面部变形。在有些科幻片和武打片中，慢动作可以用来呈现角色逆天的移动和反应速度。说到这儿就必须得提黑客帝国中著名的子弹时间，还有 X 战警逆转未来中的快银时间，以及咱们星爷的功夫。慢动作还可以带我们进入角色的内心，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常用这招，出租车司机中表现主角的种族歧视，愤怒的公牛中表现强烈的嫉妒，或是赌城风云中表现坠入爱河。慢动作可以增强情感张力，王家卫是这方面的老手，在花样年华中他用慢镜头来表现角色内心的暗流涌动和隐匿含蓄的情感。慢镜头还常用来表现嗑药后的迷幻状态，在特警判官中有一种毒品就叫做慢动作，嗑了之后会感觉时间变慢。华尔街之狼中的嗑药慢镜头则多了滑稽和嘲讽的成分。慢动作有时可以起到介绍剧情的作用，在守望者的开场中，扎导用漫画式的慢镜头照片来介绍一系列事件，用最短的时间进入主题。同样，僵尸之地也通过一系列慢镜头开场，迅速介绍了故事背景。慢动作还可以用来营造高潮前的紧张感，比如铁面无私中的这场枪战戏。以及终结者2中的狭路相逢。Get down。慢动作有时能让角色显得狂拽酷炫，昆汀很喜欢这么玩，比如落水狗中的这帮混混，再比如杀死比尔中的这帮杀手，但这些狠角色没几个能活到最后，印证了那句老话，作得紧死得快。说到死，慢动作还经常用来捕捉死亡的瞬间，比如雌雄大盗中邦尼和克莱德被乱枪射死的著名慢镜头，还有野战牌中的这经典一幕。还有一些慢动作是用来搞笑的，比如刺杀金正恩，以及王牌播音员2的这场翻车戏。慢动作还有些不太常见的用法，比如在盗梦空间中表现不同层梦境的不同时间流速，在闪灵中营造恐怖氛围。正因为慢动作如此有效，它也不幸成了最被滥用的技巧之一，比如这部1973年的土耳其电影《空手道女孩》，就凭借浮夸的慢镜头和演技荣获最烂死亡戏称号。除了这些正儿八经的功能，慢动作其实还有一个渐渐的作用，那就是当影片不够长时强行凑时间。我觉得这期视频也不够长，用个慢动作彩蛋凑时间吧。扫码关注公众号。